黑长直，黑长直可能不太适合洛丽塔。0685。对，洛丽塔其实不用怎么管，就是身材怎么样，只要腿细一点，回家了就可以了。不算中心吗？那我不知道。没有，就昨天。到时候再剪个小刘海，对吧？到上海了。这咔嚓一剪刀，然后卷一下。来上海玩两天。就很可爱，我把这个蝴蝶有点卡这两边。整体看着没有很奇怪的，其实。然后你明天去拍照，学点动作回来，然后我们去迪士尼就有动作可以拍了。哎，那倒对吧？这只不过是一个区而已。跟泡泡裙。不知道呀，前面安老师不是说撞点的都是洛丽塔，你他妈的！他们家就在那个迪士尼的旁边，就很近，好像那边是郊区别墅区。鲜贝跟虾片，没事，家里有很多很多饭，我给他们放了，至少能吃大半个月20天的饭。谢一人醉的大气，我给他们放了20天的饭，然后拿了一个大盆，装了就是一大盆水。不会的，猫很好搞，猫很好搞。本来说来晚一步呀，哈哈哈。看看，好好好。怎么可能？死不了。死不了，但是太远了。过两天那个21号吧，21号应该没什么事。整个摄像头在家里确实可以，猫不重要，重要。怎么会不重要呢？他俩干呀，但他俩都是闹着玩，不是真干架，就是闹着玩，打着玩，追着玩，跑着玩。吃完还能抓老鼠，我家哪有那么多老鼠，就那一只老鼠，但是就抓了那一只之后，虾片就一直守在那个厨房那里，就一直在那里抓，我说没有了宝贝，没有了宝贝，翻天呀，可能会。宝山是远。对啊，太远了。什么叫扔家里不管呢？那养猫当时就是因为猫比较好养，比较方便呢，所以没有不能养狗，养狗就麻烦了，养狗不能在外面待这么多天，有一只可能就有一窝呀。没有，那一只应该是我前面挂腊肉，然后开窗户，它从窗户里爬进来的。有一窝它蹲点，我操，那为什么有一窝我从来就只能见到一只啊？虾片跟